我叫王岩，我和曼玉的缘分是从10年后的今天开始的。小子，打哪蹦出来的？哎呦，二大爷，这不是四祥子吗？哎，二大妈啊，搬回来了。没有，这不是锻炼锻炼身体。哦，您二老挺好的，挺好。得嘞，回见啊。哎，回见。慢走您。哎，大哥，嘛呢？大哥，我有急事，你拉我出胡同口。去，下去。我给您加钱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，下去。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有流氓追我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哥是这片最大的流氓，你还碰见流氓？去。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大半夜的穿成这样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啊，准备上班去了吧？去。月二妈，月月，什么东西啊？月月，我喜欢你。我看这就是，你们俩呀，抓紧时间把事办了。一看就是我二爸，把我许给他了。你可真磨叽。快点！你来这干嘛呀？哎，对了，二爸，你给我理个发吧。先别弄他了，把我这边全剃了，就留这一面。剃短了吗？对。你可拉倒，从小到大呀，你就喜欢留男孩子头，街坊邻居啊都以为你是男孩子。好不容易长大了，头发长点了，你还要剃了？不剃啊？剃了，现在流行这样翻身。不剃。剃了。别闹啊！再闹我真把你嫁给他，行不行？快点，大哥！哎呀，我这正跑着呢，有坏人盯上我了，吓死我了，骚扰我！什么？性骚扰？你在哪儿啊？哎，在哪儿？大哥，你快点！曼玉，你在哪儿？我来了！哎呀，快点！曼玉，哥，我能不说话吗？我在胡同跑8圈了。曼玉找不着了，快来接我来！我在北新桥西口呢。回去了？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啊？刘二傻子呢？
谢谢哥几个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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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吧回去吧。得嘞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有点小意思，你收着。嗨，您这，我们呀是冲我妹妹来的，我们来给她撑场子。得，你拿着吧。不是哥，行，走了啊。哎，走吧。慢走啊，哥。慢走啊。臭痞子东西，老子玩的车比你见过的都多，你懂吗？你见过 CVO 的至尊滑翔吗？啊，你见过那大 V 双油水箱吗？一帮土包子，什么玩意儿这种事情？哎，你骂谁呢？我没骂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刚刚我给你点的酒，你没喝吗？谁爱喝你的酒？哎，你把脸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快点！我，哎，咱俩是不是见过？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呢？是不是见过？啊？哎呀呀，那五哥！哎哎哎哎，你看你什么员工啊？怎么一点不尊重顾客呢？都谁不尊重你啊？这都是客人，喝多了。他刚才骂骂咧咧骂我那帮朋友。啊，你先到后边准备歌去，去吧，去吧。燕哥，走了。啊，走了走了。哎呀妈，太厉害了。叫过来，陪我喝杯酒。人家不陪酒，不陪酒来酒吧干嘛呀？陪睡啊？把他叫过来。叫过来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酒一次啊。小王，行。小五哥，怎么了？严哥找你，有事吗？美女，这儿唱歌的？是啊。那成，那你就给我跳个钢管舞。不会。五哥，哎，来你们这儿最烈的一杯酒 ，B52轰炸机怎么样？成。好嘞。赶紧的。好了，美女，喝杯酒。不喝。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不喝。把钱还给我。不还。还不还？不还。还不还？谢谢。不还。严哥，咱这片是夜店，有的是姑娘，要不然我找一个陪陪你。没了。不要紧。月月。哎，怎么了，哥？来，陪陪严哥。哎，你也不能找个小怪兽给我。哎哎，怎么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把你打成怪兽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来你们夜店消费，我还得带着生命危险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没钱了，包送给你。哎哎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哥。哥，我喜欢他。啊？嗯，就他，我认定他了。你有犯花痴了吧？你们俩根本两款根本就不搭。哦，我帮你说啊。我觉得我跟他……哎呀，帮帮各位。你俩也不搭呀？
哎，你没事，谁让你是我哥呢？我帮你。王岩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儿正谈一笔大买卖呢。几点下班？全让你搅和了。曼月，干嘛呢？老板盯着干活了。你们真苦。师傅，有人取车来了。今天晚上约不约？忙着呢。约不约呀？痛快点，约不约？不约。求你们了，约不约？对不起，打错了。舍里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案子做的一没有创意，二没有新意，拿回去全部重做。舍里，现在重做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吧？我发现你工作根本不在状态。有人反映说你总去夜店，你去那儿干嘛？那是正经人去的地方吗？舍里。请你尊重我，什么叫不正经的人去的？好，我刚上任，你的私生活我不管，但是影响了工作，我就是要说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否则我不认可你。还有，改装车社区有一个叫东直门小鬼的，是一个改车的高手，你把他的资料给我整理一份。去。哎呦，你这女朋友够猛的，什么时候就开始阴郁？不是，您误会了，那不是我女朋友。哟，看你这浑身疲劳的劲，还有你这大黑眼圈，你这是肾虚吧？您是搞中医的吧？我是兽医。给小猫小狗看病的？我是给马看病的。刘硕来。哎。你好。你的车我已经检查完了，好吧，来，我带你看一下。曼月，现在就要见你。南风，有急事召唤你。这个机油呢，我重新给你换了一下。三滤也换了，玻璃水都给你加满了，你就可得劲儿的开吧，好吧，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谢谢您了。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做不了，找个人就这么难吗？是的，我已经按照网友提供的各种联系方式跟他联系。你不要跟我解释，今天下班之前你必须把他给我找到。你手里的活我让别人替你做。接啊。玉玉，玉玉，我在忙，等会儿给你回过去。不好意思啊。去吧，把活干了，要不然明天别来上班。好。然后这车呢，我们重新又给你清洗了一遍。你看我像环环吗？挺像的。留个电话号码。我电话刚好拿去修了。微信呢？我不玩微信。我有你们的客服电话。走了，拜拜。俄罗斯馆照电影。这边就是，哎，姐姐，您这都第五回给我钱了，整整250。您说咱这遇上五回，是不是缘分呢？这只能说明我坐了五圈地铁了。姐，您是不是一富二代？哎，不对呀，这富二代都开好车，没有坐地铁的呀。哎，你刚才唱的那个，是不是天堂乐队的大宝哥？您门儿清啊！我是天堂乐队铁粉儿。哎，我到了。哎，您慢着。谁啊？东直门小鬼，你打错了。哎，师傅，您不就是东直门小鬼吗？我网络上是，现实当中我可不是啊。还好姐妹呢，叫你出来这么难。咱俩昨儿不是刚见面吗？再说我哪知道你一早就骚扰我，你是不知道，
我们新来那个老板特别的刁蛮，弄得我一天噩梦连连的。真的？请慢用。啊，谢谢谢。哎，要不要帮你收拾收拾他？算了，人家老板也没错。对了，你这火上房事的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要是能猜出来，我恋爱了，我就告诉你。行吧，那我就猜你恋爱了。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次你又爱上谁了？你要是能猜出来是王爷，王爷，就那小个梨墩的神经病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王爷可不是什么好鸟，真的。他是不是什么好鸟，跟我没关系。可是他不适合你啊，月月。你又不是那只鸟，你知道他适不适合我？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你懂吗？啊。你是不是羡慕嫉妒恨？我羡慕死你！我可是把你当成好姐妹才这样告诉你的啊！换了别人，我才懒得说呢。不过啊，他确实有一点毛病，还特别喜欢给前女友打电话。月，你别告诉我，人跟前女友还藕断丝连的，你就爱上了？嗯，这说明他痴情啊！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。抱着电话哭，哎呦，我的心都化了。月月，哎，你知不知道我们酒吧原来是一个社区服务站？哎，哎，哎！等等啊，喂，什么？找到了？东直门大鬼？哎呀，算了，大鬼小鬼都是鬼。他是维修汽车的吗？啊，还是个大老板啊？那行那行那行，这样你把他的电话和微信都发给我。谢谢啊，嗯，好。什么大鬼小鬼的呀？没事儿，老板让我找一个人。二位，祝二位今晚愉快。谢谢。我去，这小子不会被冻傻了吧？可我看着他都冷。电话放。这是我的。好，你的。包。你的。我懂。我懂。看见没有？我打电话我不费。好，我有的是钱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我在这打电话，你就按国际长途收费。成，听见没有？一会儿啊，我把电话线。别吧。我是车讯网企宣部的 Mary， 很高兴见到你。嗯。哎。带钱了吗？啊。那天晚上我拉你下车的时候，你可没给钱呢。
天哪，怎么会是您啊？您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哦，我是来找东直门大鬼的。哦，嗯，我就是东直门大鬼。那您不是拉洋车的吗？嗨，我这不锻炼身体吗？原来我们家住那片，露手活动活动。有钱人真是任性，玩的都这么洋气。对了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其实是来找东直门小鬼的，阴差阳错的找到您这大鬼这儿来了。我寻思着您这大鬼能不能认识小鬼啊？我是大鬼，你找小鬼。嗯，看来这小鬼啊，该归我找。这样，一会儿你扫我一个，找到他，我给你发微信。谢谢骆总。哎，二爸，啊，你会在头上剃刺吗？切，二爸不是跟你吹，就这把推子，别说剃字儿，剃首诗都行。真的？来来来来，给我剃个王八。啊？剃个什么？王。王八。不是，孩子，咱属于长得有特点的女生，脑袋上剃个王八，满大街转悠去。好看的不是不是不是，是王八的王，王岩俩字儿，王岩哥这儿。你有病吧？啊，脑袋上顶着人名字。对呀。别管了。会剃吗？行了啊，赶紧走，一会儿来客人了。你肯定是不会剃，你还剃湿了你。哎，二爸。哥。嗯，来了。嗯，你又挤兑二爸啥呢？我可不敢。别忘了啊，咱们可是吃二爸奶长大的啊。喝我的奶，我有那功能。怎么着？沿着关胡同的猪头肉啊出来了，一会儿陪您喝两口。行，放上吧。哎，哥，你就别这儿裹乱了。你别在这儿裹乱了。来来来，喂我一口。哎，喂我一口。月月，哥那事儿办的咋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跟曼玉那事儿啊。说了没有？说忘了，我记着呢呀。出门的时候我还记着，我还想，我还说，我可别忘了。我说，你说我请你办点事儿怎么？你俩出去吧，一会儿客人都来了。哎，月月，哎，找着那大鬼了？找到了。可是这大鬼啊，不是小鬼，他也不认识小鬼，没用。给我来杯水，累死了。没事，慢慢找呗，肯定能找着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明天要是找不着，我就被孤死。开除了，开除了。哎，谁被开除了？哥，你被开除了。坏了。好，开除好，到哥这儿来，哥养着你。啊，行啊，这么痛快呀？这样也不会找那小鬼儿是吧？哎，听我说，哎，姐姐，你心情不好，我陪你玩骰子，咱们开心一下，行不行？你就别脱了，你这里头都没有衣服。这样，你可以找一个人替你脱，替我脱。那就，你，哥，你替我脱。我。你不脱，我脱了啊！好好好好，我脱我脱。脱呀！哥，你穿的那是什么呀？穿成这样，我脱呀！月月，月月，不是让你帮我吗？我这不是帮你。行行行，拉倒吧。已经这样了，曼玉，实话实说，我喜欢你，你愿不愿意跟着我？我
不喜欢你。为什么呀？我不喜欢穿肚兜的男人。那行，那我以后不穿肚兜了，不穿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小五哥，我一直把你当哥哥看，在我心里我很尊重你的。哎，合着咱是一家人啊？哥，你有两个妹妹。你住嘴！万一找你，去！哥，我这不是帮你了吗？帮你了。你帮了吗？帮什么了？去！帮你了，我就没帮明白嘛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想找你们老板来给我领。您找对人了，我就是老板啊。大爷，您行吗？我行吗？看见没有，这都是我的徒子徒孙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为了引起一个女孩的注意，所以你得帮我设计一下。告诉我，想剃个什么头型？超凡脱俗的吧。超凡脱俗，告诉你小伙子，逆潮流而上就是超凡脱俗。成。来吧，听我的，没问题。我相信你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我王岩，东直门小鬼。我不是东直门小鬼，您是东直门大鬼。我不是，爱谁谁。对不起，大爷啊。哎，你叫王岩呐？对呀。行，挺好吧？不是。哎，你，哎，刀下留人啊！啊。我想在我好姐妹的见证下，一起见证我的爱情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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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我没想到我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。不是你幸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姐妹，你们一起见证我的幸福。什么在一起啊？不是在一起。来来来，快点点，一二三。哎呀。哎，我看你照片，好看吗？你看后面，你看后面，你看，真的，你看哪去的？哎，跑了，挺好看的。哎，王爷，过来，妹夫，我给你开瓶好酒啊。行了，五哥，哎，是不是你们家人在耍我？一家人合起伙来耍我啊？你信不信我打电话让我的兄弟立马把你的什么糖果造型给你砸喽？我信，砸，我跟你一块砸，行吧？只要啊，你别刺激我妹妹。我刺激你妹妹，是她刺激我，好不好？你看她给我这弄的是什么呀？啊！我问你，你们糖果造型那个人是谁？是谁？我二爹。你二爹？啊，就是二叔。我二叔啊，打小啊，把我跟妹妹拉扯大，不容易。你呀，你就原谅他啊，不容易。以后你到我这儿来喝酒，白喝。这样，我给你我这30%我这酒吧的股份，啊。只要你不跟妹妹分手，别把妹妹甩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来劲了是不是？哎，你瞧你妹妹那样啊，捯饬的跟小怪兽似的。你让你妹妹离我远一点儿，吓死我了都。Mary， 找个人就这么费劲吗？我只找到了东直门大鬼，大鬼不认识小鬼。我要的不是大鬼，最后的期限已经到了。是了，你这是在刁难我。这是刁难吗？我当初打工的时候，我的上司也是这么要求我的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呀。还有，昨天晚上你又去夜店了。你怎么知道？
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反正你的工作 River 已经全部接手了。不是诗蕾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公司聘任我是让我做启轩呢，还是做侦探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这个案子非常重要，而且东直门小鬼是不可或缺的人物，你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这样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肯定给你找到。去啊。哦。我在这儿啊，听说你爸住院了，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他。你最好了，上，小心点。没事没事，我扶你啊。哦，让开让开喽。我知道，昨个儿让您生气了是吧？今儿呢，我这菜也备上了，酒也倒上了，咱哥俩先走一个。我代表二爹还有我妹子给你赔不是。我可受不起，啊！就瞧你那二爹啊，就那理发的是吧？啊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他怎么就认定是我了呢？我二爹啊，贼着呢。今儿早晨啊，我过去问了，他是这么回的事儿。王岩，俩字儿，王岩，科长。脑袋上顶着人名字。对呀。我王岩。王岩，科长，来。你叫王岩呐？对呀。真有你们的，也不至于啊。嗯，我说我想引起一个女孩的注意，即便是你二爹知道我是王岩，那也不能知道我到底吸引谁注意啊。这个世界叫王岩的多了去了啊，单单在我的后脑勺上提一个月月俩字儿，你得给我说实话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昨天去之前，月月就在脖子上纹了王岩两个字儿。你说月月脖子上刻着王岩俩字儿啊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你昨天不是自拍来着吗？自拍的时候那脖子上有两个字儿，你没看见啊？有朋友圈，朋友圈。曼玉发的朋友圈啊。你看这个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看见吧？脖子底下王岩。是吧？那个虎哥，嗯，你怎么会有曼玉的微信呢？不是我的，你多少啊？当然有微信了。对了，我得说个事儿。我现在跟曼玉的关系，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，有可能。再过一些时日，她就可以成为老板娘了。嘿嘿，她要成老板娘，你得注意啊，别像以前那态度啊。她可是你嫂子，啊，我的妹夫。看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四哥。到哪儿了？胡同口吃小海鲜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远不远不远，我出去接你啊。在这等着。小哥，来里边请。今天啊，咱吃点小海鲜，我给你介绍个人啊。王爷，来啊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骆翔骆总，我叫四哥，你也叫四哥啊。四哥好。这个是我妹夫，王岩，他也跟你干一行呢。都是搞这行的，妹夫，我上次见你妹妹还上学呢吧？长这么高。曼玉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月月，这样，你先回家，我去附近看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干嘛去啊？这不是想去二手房转转吗？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合适的房子要卖的。这附近房多贵啊！
没招啊，月月。医生说，我爸可能是晚期。哎呀，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，让他享享福。嗯，去看完还要去找东直门小鬼，你先回去吧，晚上给你打电话。嗯，你去吧，我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老五，你这妹夫我肯定见过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。慢慢想，慢慢想啊。你们知道这附近有卖房子的吗？不清楚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不清楚，不知道。我看是一姑娘。哎，说来也有缘分啊，我还拿洋车拉过她，后来就认识了，她也来找过我。我真看上她了。那姑娘托我办件事儿，哎，她说她要找一个玩那个汽车改装的，网名叫什么东直门小鬼儿。杨红明小鬼儿，你在东直门开酒吧啊？我知道那帮玩车的老上你店里去，你帮哥打听打听。我就是小鬼。老五，你这妹夫酒量可不行啊！哎，行行行，咱们今儿收了啊！行，收到这儿。小景，来，小鬼，小鬼，我还大鬼呢，老鬼。小景。哎，曼玉，怎么又是你？干嘛呀？咱俩加个微信呗。凭什么呀？那小五你怎么就加了？管得着吗？不是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你是不是跟小五好了？我发现你不仅是个酒鬼，还是个臭流氓啊！啥玩意儿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离我远一点行吗？我求你了。不是，离远点也行。那你把那个照片给我删了好不好？我的照片凭什么你说删就删啊？那是我的肖像权，你懂吗？还肖像权？那里头有你吗？怎么没？那是我朋友月月男朋友的照片，好吗？谁？你说是谁的照片？月月男朋友的照片。那是我，好不好？那你承认你是月月男朋友了？我没有承认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根本就不承认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走，信不信我报警？嘿，你还报警？你听我说完，我告诉你。你干嘛呀？我跟月月没有一毛钱关系，没有一毛钱，这都是他一厢情愿给我设了个套，你懂吗？你跟我说得着吗？我怎么就说不着呢？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就想跟你说一件事。没有一件事。你把照片给我删了。没有一件事。流氓！我流氓怎么了？你把照片给我删了好不好？我问他的媳妇的妹妹，我认为。小哥，干嘛呢？喝高了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。我？不是。18岁的青春岁月。行了，小五哥，你别再逗闷子了。你再哭，一会儿客人都不敢进来了。那您答应我。小五哥，你干嘛呀？你要再这样的话，酒吧黄了就黄了，我也不干，解约。你还抢着啊？不提这档子事儿就行。只要你还在，我这不还有机会吗？哎，行了，小五哥，你就不能稍微放下一点啊？你房子喝去了，俩鼻子都流血了。谁喝酒了？漂亮。真漂亮，我忍了。你不就是让你那些乐队的哥们打我追我，
我不在乎。你把我的那条微信删了。臭酒鬼！他是不是骂我？嗯，当然骂我。骂得好！想当年，他就是这么骂我的。喝酒，嗯，等一会儿，我不喝酒了，我喝电话。你喝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打电话的时候你不能说话，听见没有？你也不能说话。我告诉你们都不能说话啊。小姐，对，王岩，我又来骚扰你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小雪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没别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起来了，咱俩刚到北京那会儿，是不是？哎。每天晚上，咱就在这个北京桥三条，咱们来溜达，是不是？溜达来溜达去，溜达来溜达去。有一天，咱俩溜达饿了，哈哈，一掏兜，咱俩加起来，一共只能买一个煎饼，就那还假的。哎呀，我在前面追，你在后边跑；我在前面追，你在后边跑。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你嘴角的香菜沫呢。小许啊，当时你还说了呢，你说等咱俩以后有钱了。啊，咱让他摊煎饼的，还摊一个煎饼，但是，行，放俩鸡蛋，这就叫有钱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小雪，你就不是那吃披萨的命，你知道吧？甭看你在国外，你就不是那吃披萨的命。你长得就是一个煎饼脑袋，你懂吗？没事，你别胆怯啊，小子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我今儿给你打电话，没别的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懂吗？我发毒誓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，我不再那么贱了，我不再那么贱了，你懂吗？行了行了，明天那个时候我再打给你。那毛绒玩具嘛，我可以给你买一大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要去上班，你去上班吧，我没事儿。我王岩跟过去的王岩不是一回事了，你懂吗？我现在有的是钱，我有的是钱，每天早上一睁开眼，我眼睛里边全都是钱，你懂不懂？小雪，你知道不是的。
来打扰你，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事了，行了。行了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这电话，您看有线吗？有线吗？这个电话早就停了，然后就使手机了。他呀，一喝多了就到这儿来，一打就打了半天，说了一堆我们根本就听不懂的话。你说他是不是个神经病？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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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醒醒！你再让我睡一会儿。你怎么睡这儿啊你？哎，这可怎么？
是小雪，你认错人了。睡吧。在等你，舍里，怎么样啊？东直门小鬼找到了，找到了就好啊！我就知道你可以。但是，他被判刑了，因为非法改装机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连带责任。你这开什么玩笑呢？你看你穿的什么衣服？嗯？你化的什么妆？你晚上去夜店，白天上班，衣服你也不换，你妆你也不卸，不是？你还跟我开这种玩笑？我，你是不是不想干呢？我没有在骗您。如果您觉得我穿的不得体，我可以去换工装。可是我真的没有骗您，这是真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来，你看看啊。你好好看看，一个判了刑的人，两天之前还在论坛上发帖子。行了，收拾一下东西，去人力资源部办手续吧。是的。出去。不是。出去。他呀，戒酒了。哎，这回是吃了秤砣，发了誓，铁了心了。那我们俩还没有单独相处过呢，还没有处过呢。你是想让哥约约他，是吗？啊，行。哎，回来。又怎么了？一会儿曼玉来唱歌，怎么办呀？我让他今天啊别过来了，行吧？哎，等会儿，那个东直门街道办事处杨主任来人口普查怎么办啊？我呀一会儿在门口挂块牌子，咱们今天暂停营业，行吗？嗯，行。哎，回来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哟，又怎么了？哥，嗯，我爱你哟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走走走走。踏踏实实的啊。嗯嗯嗯。
五哥，五哥，倒杯酒。我哥不在。谢谢。我要的是水。真戒酒了。那个，我怎么突然觉得，这个酒吧里边缺点什么呢？少什么呀？有你有我，什么都不少啊！哎，我听说你有微信了，哎，来来来，有微信了，来来来，扫我，别那手机呢？别，那个音乐，我觉得这儿缺音乐。你看这个酒吧里，如果要是有点音乐的话，下着雨。还用加微信吗？哎，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。那个啊，月月，曼玉怎么没来上班呢？她今天加班不来了。加班？嗯。她不是在这儿上班吗？你以为她就是个唱歌的呀？人家可是公司大白领。哼，她在这儿兼职啊。就是，那得多累呀！能不累吗？一天打两份工，就为了多赚点钱。他赚钱要干嘛呀？买房啊！哎，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不是，你就这么说。听不听？哎，他爸得的是食道癌，已经晚期了，就住在东直门医院呢。就想给他爸买座大房子，让他爸开心开心，还想把他妈接来，到时候一起照顾他爸。那房子买了吗？买个毛啊！那他挣钱的速度上去了，那房价赶得上吗？那嗖嗖的，是不是？想住院了，多贵，想回家。干嘛呀，爸？咱这儿也有家，离这儿不远。你想出院啊？你得把这个疗程做完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叔叔。我跟你说啊，东直门医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医院，而且我们家就住东直门这一带。对，到时候您得早日康复呢。是啊。你说你啊，真是运气好，到了北京啊，就认识了这么一个小妹妹。啊，互相照顾，你看人长得又善良又喜庆，好好跟他在一块儿。知道了。你啊，应该心里明白，我呢，因为得了病，拖累了你。你看你姐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？哪儿啊？是我自己要减肥，我要变成大美人。还大美人呢，哎，大美人，大美人，大美人，有能耐你交个男朋友，带在我眼前让我看看。有，那不是出差了吗？对，我回来的。不是你，我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谁照顾你？哎呀，不能，什么三长两短啊？干嘛呀，真是。嗯，看你们俩这样，我都想我爸妈了，我都没有见过他们。那时候太小，长什么样我都忘了。得了，生老病死啊，这是自然的规律啊。你呀，别因为你没有爹妈，就遗憾。从今以后，你就算是我闺女了，你就是认了个妹妹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干爹，请受小女儿一拜。好妹妹，快起来吧，姐姐。你们俩在北京啊，我不在的时候。真的，一定要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。嗯，放心，放心吧啊。上天就是这么一个缘分，没想到东直门小鬼的身份，让曼玉主动的出现在我面前。王爷，那天晚上在胡同里，我遇见鬼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有鬼呢？别装蒜，是不是你装神弄鬼？老实交代。是这样子的。那天一个客户送来一辆车要修理，把一个包落在车上，我就追了出去，没追上，但遇到了你。
我就一直跟着你进了胡同。见你被一个拉洋车的骚扰，本来我想帮你。什么帮我？明明是你骚扰我、跟踪我，我才让拉洋车的大哥带我出胡同。我们以前认识吗？这我以后会告诉你的。这个方案很棒，你做的。关于技术方面，还要你这个东城门小鬼大力支持啊。好。你把该交给我的部分给我，我肯定会尽力的。其实你在业界的影响力还蛮大的，我之前都误会你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我们总监申领想聘请你做我们的技术评论员。都听你的。好了，我的事说完了，该说说你的了。你想听什么呀？比如说小雪。不好吧？不想说就算了。哎，我和小雪是大学时候谈的恋爱，我们都是学汽车制造专业的。嗯。大学一毕业，我们就来到了北京。像其他北漂的年轻人一样，怀揣着梦想，憧憬着经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在北京。无依无靠，我们租住在东直门一间10平米的小房子里。我和小雪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工作，日子虽然苦，但两个人的心在一起，很甜蜜，很幸福。直到有一天，小雪和一个外国人走了，临走的时候还拿走了我们这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3万块钱。此后便杳无音讯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爸爸他还好吗？挺好的。稍等。喂，骆总。曼玉，我在八爷府等你。行，我马上到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哦。曼玉，这是我的一份心意，100万。今天我还带了一个朋友。四哥，你不是老五的妹夫月月男朋友吗？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。陆总，抱歉，我们还有事。我建议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，这优势很明显嘛。谢谢。再见。你别管我！你都别闹，别给二爸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二爸，我要削发为尼！他又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王岩呀，爱上别人了。给我削！削什么削？削你也不削。二月，一天到晚有点正事行吗？啊，整天王岩王岩的，你花痴啊你！二爸，削我削我！行行行行行，削削削，来削！刀给你，你削，我伺候不了你。行行行，二爸，你给我削。喂，啊，我在，你过去吧。好，王岩。哥，你等我会儿，哥。哥，哥，哎。五哥，借我50万。什么？我想买套房子。你租那房住得好好的，你买什么房？有病啊！要不然这么着吧，你先借我30万，其他的我找别人借。你拿什么还？我赚钱还呢。你是不是把我也当成智障了呀？五哥，给句痛快话，借还是不借？不借。算了。
我不借了，我找别人借好吗？再见。哎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不就是借钱的事儿吗？小五哥，好说，只要你答我一条件，别说是50万，我这个酒吧都可以送给你。啥意思？就是你跟我妹妹那事儿啊。五哥，你肯定误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和月月关系是好，但我一直拿她当哥们儿使啊。死不了人啊，死不了。我就借你50万，你不能折磨我一辈子啊。那你考虑，只要你跟我妹啊，不用给我打欠条，这个酒吧还是你的，因为你是月的，那就是我的。我好，考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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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身的铜臭味，你还记得你让我给你跳钢管舞吗？学会了吗？我当时气得要死，在心里就骂你是个王八蛋。你是吃笋长大的吗？王爷，其实吧，我也不是一个拜金女，不是说你给我买房我才喜欢你，我是真的挺喜欢你的。谢谢。那你还给不给我买房？买，买！我开玩笑的。我喜欢你，是因为我看到你心里最善良的一面。我知道，你的那些缺点都是为了隐藏你曾经受到的伤害。不过你不用害怕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就结婚了呀！我哥说了，为了让东直门的男人都死心，上到80，下到8岁。你哥算是熬出来了。你甭管他啊，你帮我挑挑，哎，是这种没胸的好看，还是这种有胸的好看啊？我觉得这个好看，你觉得呢？要不然我干脆别穿了。月月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，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，穿上点吧。也是，现在玉帝还不能抱。等到新婚之夜，我在。快帮我挑吧！快帮我挑。你到底要跟谁结婚啊？王岩。哪个王岩？就是我男神王岩呗。哎，这个挺好看的啊，是不是好看？特大气是不是？哎。曼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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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走啊？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因为你不想让我嫁给王岩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嫁给王岩？因为你爱王岩。王岩。因为你喜欢王岩，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呀？因为你管我哥借钱了。你为什么管我哥借钱啊？
因为你要给曼玉买房子。那你为什么要给她买房子呀？因为你也爱曼玉。那你俩应该在一块儿，是不是？那我该怎么办呀？你俩在一块儿，我可以当小三儿啊，对不对？这你不会同意的，是不是？你也不同意。要不我退出吧，不让你俩在一块儿。等到结婚那天，妹妹，他俩结婚了。行，他俩结婚，是不是不想出现在婚礼现场啊？啊，是吗？妹妹，你要是当天不出现在婚礼现场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好啊！哎呀，我爹妈怎么生了你这么闺女呀？怎么办？二爹，你可来了！二爹，他俩要结婚了！不过啊！他俩要结婚了！我知道。你老招他干什么？我没招他，你没弄他这样。他不让我当小三儿。他那德行，你还不知道他什么毛病吗？来，喝酒啊！一会儿二爹陪你喝。行了，你别哭了，你小点声，我跟你哥说点正事儿啊。小点声。你不是要扩大营业面积吗？啊，你不是要买这房子后边那房子吗？啊，对，我刚才路过中介，牌挂出来了，这房子要卖，多少钱？学区房，12平米，8万块钱一平米，96万。啊，你头两天把钱借给王岩了，96万，这也忒贵了吧？我没钱。你看我干嘛呀？我没钱借给你，谁让你借给别人？你抓紧时间考虑考虑，我都打听了，那主急于卖这房，80万你拿呀？啊，那行吧，我考虑考虑。不是，这月月，你说你老招他干嘛？我招他什么了？我没招他这样。来喝酒，酒呢？打开。我要喝二杯子。哎，二杯子不能在这儿喝。走，二爹带你吃露露去。成，那我把王爷穿上。嗯，别招他以后。二爹，他什么人你不知不知道？我要吃大肠。大肠，走。行，就你能治上。你抓紧时间考虑。好，或者就是搁门这店。好嘞。Mary，Mary， 你这是要结婚吗？哎，你这个案子我特别满意，是吗？你能不能把它做完了再结呢？结什么婚啊？我这个是乔迁的喜糖，我买新房了，恭喜你 ，Shirley。我对咱们这个项目还有一些建议啊，你说。我觉得摩托机车有待宣传，我想让更多的用户去了解摩托机车的渊源。另外，我还想请天堂乐队参与配合演出 MV。您觉得怎么样？哇，这个创意不错呀！而且我觉得，天堂乐队和这款车的气质特别符合。有没有合适的曲目呢？现在有首歌正在打榜，叫《东直门天天向上》。好，就是它，去做吧。好的。恭喜！里边请。老五，哎呦，四哥，恭喜啊！终于把你那倒霉妹妹给嫁出去了。哎，可不是，真不容易。快里边请。好嘞，一会儿喝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是？啊，我是新娘子的爹。巧了，我是新娘子的亲哥。我可不知道，我还有这么大一个儿子。我也不知道有您那么一。干爸，这是我哥。金哥。啊，这是曼玉他爸。哎呦，误会了，这我应该叫月。那个雄安的二姨找你半天了，赶紧去吧。照顾好了啊。知道了。请。走吧，快去。
您进去。人来不少了吧？您慢点啊。营业了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营业啊！婚礼现在开始，一拜天地。好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下面这个婚礼完成，这个新郎可以掀起新娘的盖头，他们的婚礼已经完成了。先拜头，先拜头。哎，先拜头，先拜头，快点，先拜头，快点，快点，掀盖头来。是你呢，不乐意啊？那我叫月月了。月，我们家月月呢？我们家月月呢？哥，你瞎呀？我不在这儿呢吗？你跟我玩真的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撞死人家地上？哎呀，哥，你想想。你把我嫁给一个不爱我的人，我能幸福吗？我呀，还是想和你相依为命，挺好的。哥，娘，把我带走吧，你们把我带走吧。哎，走，跟我走。傻子，快走啊！你们走啊，走啊！傻子，哎，走啊，傻子，走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人心。你有没有别的想跟我说的？我说不出来了，那就对他说吧。小雪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了。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。当你离开我的时候，我恨所有的女人，我报复她们。但是我现在不用了，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愿意倾我所有来换取他一个微笑的女人。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新娘的父亲张显昭先生讲话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女儿曼玉的婚礼。我的女儿来到了东直门地区，受到了街坊四邻的热情的照顾，在这儿我诚恳地告诉大家，给你们大家添麻烦了。其实我有两个女儿，
这是我的大女儿，我还有一个小女儿月月。月月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胜似亲生。她对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热情的关心，最后牺牲了自己，成全了姐姐。这样的好孩子，我也得说一声，月月，谢谢。不用了，干爸。反正不能让这小子便宜了别人，是吧，姐夫？王爷，在这儿我得说你几句。咱们都是外地，到北京来打拼都不容易。我知道你曾经为了一段感情沉沦和自暴自弃，不过好的是你挺过来了。当初我知道你和曼玉感情的事儿，我说心里话，我并不同意。我怕我的闺女跟着你受罪，你懂吗？懂。记住我的话，家不是个讲理的地方，家是个讲爱的地方。嗯。男人不在高矮胖瘦，长得丑俊，得有担当。后来我知道你们好了，我不是个专制的家长，我同意了。过去作为男人你要照顾他们两个，今后你们两个一定要照顾好月月。我的话记住了吗？现在新郎新娘你们可以接吻了。亲一个。干爸，干什么去啊？王岩欠你多少钱？30万。不过这是我们哥们之间的事，我不着急让他还。这样吧，这房子本来也是留给他的，照片我拿走，你可以开始装修了。是你。